大家好，欢迎收听卧草喵政治。我是卧草的总编萌萌，我是卧草的范。卧草喵政治帮大家每个礼拜瞄一下台湾重要的政治议题，也记得帮我们订阅 YouTube 频道，按下小铃铛，还有 SoundOn、Spotify、Apple Podcast 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哟。就好几个礼拜前，我就有跟你说想要做香港题。哦，可是你都会说啊不要，然后我没有说不要，反正你就跟我说什么，因为我想说回顾一下反送中。对，那我就问你说，反送中要从2019年3月开始说起，还6月开始说起，还从7月，因为他一直好久，我感觉我们要录个10集才录得完。然后我就想，每次你就这样碎念一波之后，我想说啊，算算算算，就做一些就是比较容易完成的题目。结果后来你看，就是你知道都要发生一些很重大的事件，没错啊。那我们今天来录一下香港的好了，因为这样才比较主题啊，不然我要做之前那个真的要讲哇，从好2019年开始推出送中条例开始，哇，真的讲不完。可是因为这件事情真的让他记忆犹新啊，所以我就觉得可以回顾一下。嗯，好，我们现在不用回顾了，为什么呢？对，因为有新的事情发生了。有新的事情发生了，因为像去年那个时候是原本要香港要推出送中条例嘛，让就是在香港可能有犯罪的嫌疑人，可能就会被送到中国去受审判。那当然，这个后来因为这个各种抗争下，就这个草案就不了了之。但殊不知，哦，香港的立法通不过没关系，中国政府直接要通过一个法案叫做。国安法，欸，我其实没想到这招，欸，没想到，对啊，没想到吧？对啊，因为就觉得说，哦，那个时候就是事情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好，我们要去声援香港，然后去阻止这件事情在香港的那个立院通过。对，然后我们只要我们就是很平常的关心，然后去支持他们，我们可以靠我们民意把它挡下来的。对，甚至比如台湾人，你某些程度内可以坐飞机去香港，当时啊，去上街声援。但是如果这个法案是在中国修，我想大家可能很难坐飞机到北京，然后去街头上抗议修法，或者也没有用，因为他们人民没办法站出来。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帮大家不知道这件事情的人稍微讲一下这个所谓的港版国安法在干嘛吗？是什么东西？因为其实上个礼拜开始啊，中国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算是他们一个中央政府民意机关的一个。大集会就是要订法律啊，什么都会在那边。它叫做这个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那个时候上礼拜就宣布了，他们要在会议期间要审议关于这个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这个草案。那其实大家就把这个草案称为香港版的国安法了。那依照这个。你也知道中国的这个审议方式，基本上政府提出来的草案，在审议也不可能不通过嘛，一定都是快的通过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形式上的的审查过程。对，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法案既然提出了，就一定会通过。那表定的通过时间会是在5月28号，有可能就是我们节目上线的时间。而且我本来问萌萌说，欸，那有可能不通过吗？那，啊，怎么可能？没有，那个都把全体的一致通过了，你投反对票，你试试看，对不对？那个很恐怖的，对，这中国的民意代表也不是选出来的。那这个国安法，就是大家发现它进入草案的时候，就是香港他们那边的反应是什么呢？就其实因为还是会要必须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嘛，所以他们其实周末的时候就很多人上万人就是走上街头。抗议嘛，抗议这个国安法，但可以想见的又被香港警察催泪弹啊，然后就是滥捕啊，然后反正被抓的抓，被打的打。而且我觉得比较感伤的是，之前如果是在立法会的话呢，香港人民多少还是可以对立法会，就香港的立法院的那个概念，就是给予压力，或是大不了他们也占领立法会嘛。嗯。但是当这个法要立的时候，是在北京。然后由中国的代表去帮我们定的时候，那真的其实蛮无力的，很难去抵挡这件事情发生。我觉得抗议有点没有用，因为我们去年的反送中抗议是对自己家的政府抗议，很多香港人对香港抗议。对啊，那我今天我在国内，我去跟中就是抗议对在香港发生的事情，对啊，其实很难啊。政府就算真的想帮你也有点没办法。嗯，因为或者是说他的 boss。香港政府的 boss 其实是中国政府，而不是香港人民。对，他有更大的 boss 要听的话，
他就不会听着你的话。然后我第一次听到港版国安法的时候，我其实是有点困惑，说为什么叫这个国安法这个名称。然后其实某某前面刚刚有念到那个这个草案的那个全名，它是非常非常的长的。但基本上它的内容有哪些呢？哦，为什么让香港人这么紧张？它其实它概念啊，大的概念就是它要让比如说如果你让一些行为被惩罚、被制止这样子，像比如说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恐怖活动。或是外部势力干预，有没有举个什么例子？举个什么例子？比如说，听我们卧槽节目 的观众朋友们，哇，今天你有福气啦！我想在听我们这个节目的，有可能都在进行分裂国家的活动，或是在进行外部势力干预的活动。那我们不是最惨吗？对对，我们是煽动者哎。对，所以就是大家可以想，因为这些名字，但听起来说，对啊，你说颠覆国家政权当然有罪啊，这个恐怖活动分裂国家当然有罪啊，但是对于中国而言。什么是颠覆国家政权？他们自己定义。对，比如说你卖书，你比如像林隆基这个过去铜锣湾书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他可能卖一些所谓的禁书，他一样可以说你是在就是从事很听起来很恐怖的活动。对，然后一样，比如说对于分裂国家，我如果主张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对他而言就是一个分裂国家的行为，我一样可以被这个国安法给管理。那比如说如果现在有任何的香港人，他主张如果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的话。他就会受到这个国安法的制裁，我觉得很恐怖。会不会就是说啊，你有去反送中游行，你也是对啊，你是不是在分裂国家？你是不是在集会，然后试图颠覆国家政权？你这样让我回想到那时候去年反送中的时候，其实一直有人在讨论说，哎，中国他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因为一直手段可以对，一直没有看到说他真的派兵或是什么过来。然后我就在想说，这个是不是有一点是？他对反送中事件的回应呢？还是说他为什么现在要搞一个这个啊？我觉得有几种可能，当然第一个是因为原本想要用法治层面去把它就是钳制香港自由民主社会的这个手段失败了嘛，那他用一个方法绕过，用直接用中央定一个法律来干涉香港，这是一个方法。但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因为那个武汉肺炎疫情的关系，其实中国现在的经济状况。越来越糟，而且其实也有很多他们内部自己内部不同的这个势力的这个互相的斗争，所以呢，当你这个内部混乱的时候，就非常需要一个外部敌人来这个凝聚国内，就是说中国国内或党内的士气，要凝聚然后巩固领导中央，所以呢，这个时候丢出这个香港这个问题出来，哎，大家可能就会模糊焦点，谁还记得说中国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是多少呢？因为大家都在讨论这个国安。香港国安法的问题了嘛，对不对？就不会有人注意到习近平其实没有成功的把经济带起来等等，所以这也是一种转移焦点的方法。怎么又是一块遮羞布啊？对啊，对啊，所以这个是很常用 的战术啊，但是不得不说有用。为什么？因为香港国安法也很重要啊，所以逼得我们还是要去注意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在想啊，既然他都有办法对香港就是做这样子的事情，可是为什么他不能对台湾做一个台版国安法？其实我必须说，就他们在2005年，中国在2005年通过一个法，叫做反分裂法，哦， okay, 反国家分裂法，其实有点像，感觉有点像、好，你说说，就是他那个反国家分裂法，就是你任何就是让这个中国的领土啊、主权啊有割裂啊，有就是分离的话，你就是违反了这个重罪。那当然他是要讲给台湾听的，但差别是什么呢？他讲的又怎样？对，因为台湾不管说你是认同是中华民国或是台湾好了，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没办法把他的主权的这个手伸到台湾的土地上来，所以他们很高兴的说：“哦，你这样违法，那我们就所以呢，我很喜欢你。其实之前有跟我讲一个关于房子的比喻，就是在讲不是什么政治不正确的比喻，不是政治不正确的比喻， okay, 就是台湾跟中国的关系，跟中国跟香港的关系、这样子。如果用一个住房的方式来比喻的话， okay. 你会怎么讲？哎，还是我讲可恶？对啊，你讲啊，因为。所谓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都彼此宣称拥有对方的主权，所以我们就像两个房子，一个住在台湾，两个房间，一个住在台湾，一个住在所谓中国大陆好了。但是我们门牌都挂中国，而且我们都彼此宣称说对方那个家是我们的。但是呢，我们其实都有我们自己家的门、自己的钥匙，没办法平常没无缘无故进到别人家。所以虽然我们互相宣称拥有，但是我们实质上是没有
办法管到彼此的。嗯嗯，但香港的状况就不一样了，因为香港没有自己的主权，所以他其实就是住在中国的家里。嗯，那现在就是中国要，就是我又另外开一个钥匙，我直接开一个门，我现在随时可以用这个所谓的香港国安法进出你家的房间。虽然就是我当初签约是有个套房，就规定说这个房东不能够随便进我房间的，但现在就是要打破这个规则了，我们就定了香港国安法，这个以后就照这个规定来吧。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讲到为什么港版国安法对于香港影响这么大，其实就不能不去想到他们过去的一段历史。对，就是他们跟中国之间为什么会主权，他如何把主权给中国的。这要讲古了吗？哦，大家不喜欢听历史的就可以去厕所了。我觉得喜欢我们节目人应该很习惯某某每次的开场都是191900年。好，哎，这次我可以讲更久，我可以讲到从19世纪开始讲起。好了，就是大家应该都小时候读历史课本的时候可能都还有点印象，就是香港其实是被因为这个鸦片战争，然后后面有一系列的战争，然后割让给英国嘛。那其实真的我们现在广义的去想那个香港，其实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一个是香港的岛，一个是再往北一点的九龙，那再来就再往北的新界。那其实呢，当时的香港岛跟九龙都是直接割让给英国的，那只有新界那一个地方是租给英国99年，所以那个99年推算就是后来所谓的1997年。那但是呢，就是当1980年代快要因为这个新界租约快要到期的时候，英国跟中国就开始谈判了嘛，就是哎，那我们是要把新界还给中国呢？差不多啊，对，差不多还了，就开始谈着怎么还嘛。那个你房约租约快到期，你要想说哎，我有什么东西要留着，什么家具要丢掉之类的。好，但那个时候谈判过程之中呢，因为种种的内部外部势力的关系，英国后来就决定就说好吧，虽然当时他已经那个九龙和香港岛是永久割让哦，中国永久割让给英国的，但是也连着新界一起还给中国，把主权交还。因为是对英国来讲管理上也挺麻烦的，这么远。对，就是因为很远，而且因为有陆地的接壤，就是陆地是接在一起的，所以就跟像就是九龙跟新界陆地有很长的一个就是边界嘛。所以我如果还了新界没有还九龙，那如果中国不爽就要出兵啊，或是要攻占，其实很难守住。就英国的在很远的地方，香港在这边很难守下来，而且很多的自然资源啊，就是水电啊这些，其实也都是来自于新界那边，所以某些程度要守下九龙香港的成本太高了，所以不如就把主权再归还给这个中国。但是他当时归还的条件是什么？对，没有那么简单，对不对？你要归还，对啊，应该也要，哪有这么容易还给你？凭什么这样就还你？所以当时这个说起来也很难过，有一个联合声明，中国跟英国有一个联合声明，叫做《中英联合声明》。在1984年，因为97年要归还嘛，所以84年的时候他们就有点像谈好，好，那我们今天要归，到时候要归还的时候，我们有哪些条件哦？啊，大家都讲好，都签名哦。那当时那个时候其实就有规定了，就说好。两边都说签名说好，就说要让香港的行政、立法、司法独立，而且要保障香港的什么人身自由啊、言论自由啊、集会结社自由啊等等这些东西，这些各种自由，而且还要订那个香港基本法，香港有点像宪法的那种感觉。OK， 这样想想，其实英国还蛮佛的，蛮佛的，就是就很为香港着想啊，不然你知道有些就是 啊，你就去了就不干我事，对，就烂掉没关系，对对对对，所以他其实当时有设了很多的一个条件，就是想象说。这个不会让香港一跟中国接上去之后就整个社会崩溃嘛，因为毕竟其实香港在整个西方世界欧美社会来说是很多的这个投资啊或是这个金融业啊都会在香港这个地方，所以他们也会烦恼说万一这个制度改变的话会对他们的这个生意造成冲击，所以当时有定这样的一系列的说法，而且当时中国也是签字的，还会说这个50年不变，就是回归中国之后50年都不会改变香港人的生活方式。你刚刚讲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我们很常听到的一国两制？哎，没错，两种制度在一个国家中实施，虽然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像香港我们享有不同的制度，我们有什么行政立法司法独立啊，我们有言论自由，跟中国所谓内地不一样，而我们有自己的基本法，有自己的这个选举的方式，有像宪法的感觉。对，所以所谓的一国两制的制度就是不同的，都在虽然主权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是有不同的制度。因为在那个港版国安法跑出来的时候，就有人这种政论节目就说，好像是、中国当做一国两制这件事情不存在一样，才会修这个法出现。嗯，对啊，因为当然啊，中国当然会说没有啊，这没有影响一国两制啊，就是虽然、啊、没有影响一国两制，中国当然会这样讲嘛。他的逻辑是什么？他逻不要问我这件事情，这个问题太困难。因为这个实际上来讲，就是比如说刚刚讲比如司法独立好了。那但中国直接定了一个法，然后可以影响香港岛，就是香港的 这些人的行为有没有犯法。是是是，那而且其实刚刚没有讲到的是，他这条法也会授予这个他们中央政府，中国的中央政府可以设一个机构，特别的机构，而且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机构。哇，所以这个联想起来就是很恐怖，就是他们中国可以在香港当地设有、就是国安人员、哦、那你违反相关法律的话，你可能就会被抓走，然后被带到中国去审判。因为过去不是没有这样的例子的，之前有一些异议分子，香港的异议分子就是在香港被抓去中国审判。那但只能说原本比较是私底下的，现在就变成是浮上台面。他抓了你，你自然就违反了国安法，你自然就违反了颠覆国家政权。所以你说这样还有司法独立吗？就是他有言论自由吗？还有这些什么集会结社自由吗？就对，你可以想到以后上街抗议的人可能都会被合法抓走。而且这个草案出现之后，其实当然出现的第一件事情，关心的人一定会想说自己要做什么可以改变这件事情嘛、可是其实认真的了解这些东西的始末，会有一种怎么办？哦、oh,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的感觉吗？你看像好，现在蔡英文他对这个港版的国安条例有一些对有反应做法，对不对？对，但其实我觉得这很困难，就是像比如说他有提到蔡英文前几天提到的那个脸书贴文，他是想到说有个港澳条例第60条。那这个条文其实就是在这个港澳发生一些特殊状况的时候，它其实可以取消对他们的一些特殊待遇。那这里指的特殊待遇是什么？就是说它可以让港澳的人直接被视为是中国的人。那其实这对于我们大多数的一些法规而言，就是门槛变高了，不管是、人员的来往啊、旅行啊、投资贸易啊，这个门槛都会大幅提高。但是听起来我觉得也很难过，就是说其实可以理解说为什么要这样设，因为表示你的香港的制度已经跟中国一致化一样了，所以不行，我们要改变我们的门槛。但是对于香港人来讲，他今天台湾你没有这个港澳条例，然后这件事真的要发生了，我是香港人，我可能会想要移民到台湾来、或者说我想要就是有没有说他反而被惩罚到，对不对？对啊。可是我觉得这个很尴尬，就是这样子啊，就是我可以理，你可以觉得刚刚那样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要调整这个港澳特别条例，但是你也可以想象到香港的这个状况，如果要移民来的，他可能难度或是要逃难的难度也变高，所以这也是就是最近很多人也在吵啊，就是说是不是要有什么修难民法、或是其他的法案，但是这个由这个因为节目时间的长度，可能很难一次的谈完，但确实就是。我觉得自己的看法就是因为香港它没有自己的主权，所以你真的要说退一万步讲，就是说没办法，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国，去干涉就是干涉他国内政。那我再问一个问题，虽然我们台湾相对中国来相对香港来讲是比较主权的嘛，那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吗？这个说起来就恐怖了，我不知道就是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其实你说其实就可能就是去年一两年前这几年啦、其实不管是国民党的政治人物或是当然中国不用说，其实他们有默默在推一个东西叫做和平协议，大家尤其有印象，有些没印象，但这个东西包装听起来就很好嘛，和平啊，谁不想要啊，我们两个地方彼此这个签下和平协议，大家不要打仗好不好，听起来很好很棒啊。但是其实在中国所倡议这个和平协议下面，他其实那个前提啊，就是我们都是同一个国家，我们都是一个中国啊，然后我们不要打仗了，这样等等之类的。所以包装虽然很好，但你签下去就代表是你在一个中国内，你是同一个国家的。就是把你的主权，对，你就表示就有点像让渡掉了。对，那一样，如果发生香港的事情，比如中国就是甚至就直接派兵或者要干嘛，要吃你豆腐，要攻占你的岛屿之类的时候，外国人要看要救你怎么办？
欸、可是你们就是自己同个国家的、啊，对啊，那我要怎么去干涉 你家务事？对啊，我就不好管啊，你把你自己要家的钥匙给了别人，那我还要管你吗？就是很尴尬，我只能在外面谴责你，谴责说啊，不要这样子啊，不要这样不大好。所以真的就是，一般我们生活可能不会觉得主权很重要，但真的碰到就会发现说，对，真的你要我们要有主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不然你要叫破喉咙都不会有人来救你。所以我那时候看到那个新闻一出来的时候，我就说我们苗政治这一拜真的要来做这个主题，跟大家聊一下吧。因为我觉得主权就像空气一样，就是跟自由一样，就是、嗯、你真的是不见了，你才会知道、啊、很重要、欸。哎，对，没错。就像我们没有国家的这个被认同是一个有主权地位的国家，像加入世界组织啊，对不对？前阵大家都很烦恼的这个事情，什么 WHO、WHA 这个一样也都没办法，很难去参加。好了，我们这个礼拜大概聊到这边。然后，如果大家对于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那些东西有兴趣的话呢，嗯、我们的相关文章都会放在这个什么资讯栏下面。对，卧槽的编辑跟记者都写了一些，然后很多是吧？很多很多，对。然后后续可能也会再有嘛。然后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欢迎追踪我们的卧槽脸书、IG 还有 Twitter、Telegram 等等 ，YouTube 等等对等等对等等，现在以后都等等等等。对，然后最重要的是，喜欢我们内容的话，希望大家定期定额支持我们做更多更好的内容哦。好，谢谢大家。下礼拜再见喽，拜拜，拜拜。